黑人选手扭着屁股挑衅中国选手，简直太狂妄了，彻底惹怒了窜山豹，使出连续的重拳狂砸暴揍。在赛前，这个葡萄牙黑人选手满脸不屑，扬言打张美萱简直轻而易举，这次比赛他一定可以拿下，这迷之自信也是没谁。他是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马里奥莫雷诺。